天皇陛下と皇后様が伊勢神宮に参拝する。天皇陛下は今月30日に退位して、5月1日に皇太子様が新しい天皇になります。天皇陛下と皇后様は18日、三重県にある伊勢神宮に参拝しました。天皇陛下が退位する前に、東京以外の地方に行くのは、これが最後です。神社へ向かう道では、朝早くから大勢の人が待っていました。天皇陛下と皇后様の車がゆっくりと進むと、大勢の人が手や旗を振ってお二人を迎えました。大阪から来ていた女性は、大きな地震があった時にも来ていただきました。国民を大切にしていると感じます。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と伝えたいです、と話していました。好，大家好，我是邱老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天皇陛下，哦，天王陛下，托，口勾沙马，哦，这个沙马是大人，还有这个皇后大人，伊勢神宮に，哦，你是对象，哈、哦，好，这个三拍死路，哈、哦，就是去拜拜，哦，所以。天皇陛下和皇后大人齁，然后去参拜伊势神宫。那我们来看这一篇齁。天皇陛下は今月30日に退位して、哦、天皇陛下在这个月2019年4月30号齁、哦、退位して他要退位齁、哦5月1日に、哦、在隔天的5月1号皇太子様、哦、様我们汉字写个样、哦、样就是大人的意思、哦、我们看一下好这个様汉字写个样就是大人的意思那你这个皇太子様就是皇太子大人、哦、就太子大人、哦、新しい天皇になります、哦那你这个他要登基成为新的天皇。天皇陛下と皇后様は、哦、天皇陛下和皇后様、哦、和那个皇后大人。18日、哦、18号三重県にある、哦、好にある是在三重县的、哦、伊勢神宮に、哦、的伊勢神宮参拝しました、哦、好这是过去式所以天皇陛下跟皇后大人他们已经去参拜了在三重县的伊势神宫、哦、好那为什么天皇要去参拜伊势神宫呢、哦、OK、哦、那伊势神宫里面的神是谁呢、哦、好我们这边讲完最后的时候会讲、哦、因为那个神话要讲一段时间、哦、天皇陛下が退位する前に、哦好，迈日之前，所以在天皇陛下退位之前 ，Tokyo 以外の地方に行くのは，哦，要去东京以外的地方，哦，这个这边的句型是名词に行く，哈、哦，就去哪里，哦，去做什么，哦，所以，哦 ，Tokyo 以外の地方に行く，哈、哦，要去东京以外的地方，哦，那你加这个 no 是名词的话。欸、动词加 no 变名词才能放在 wa 前面当主词、哦、これが最後です、哦哦、这个是最后了这个是最后了、哦、天皇陛下、哦、以下还是天皇的身份到处出巡、哦、出巡到东京以外的地方这个是最后一次了进家黑木卡奥米基德瓦木卡奥是朝哪里、哦、所以朝这个神社 的这个米基是路、哦那我们中文就翻比较重一点，开往这个神社的路有没有？马路有没有？阿萨黑亚库，
好，阿萨是早上，那海牙伊是很早，所以阿萨海牙伊就是早上很早哦。看一下，阿萨海牙伊哦，早上很早。然后，好、哦，那我再去一家库哈、哦，一行人去一家库的话，就是变成副词，因为后面有动词叫做马子哦，所以早上很早就在等哦。那我们的等再改成马德鲁哈，马德鲁是等着，所以早上很早就等着。那卡拉是从早上很早。大勢の人、很多的人、待っていました。就很多人在等，等天皇。天皇陛下と、皇后様の車が、吼、天皇陛下的，哦，天皇陛下和皇后大人的車的车子，ゆっくり，哦，ゆっくり是慢慢的，ゆっくりと進む，吼、哦。好，我们是这样子吼，然后ゆっくり是副词，慢慢的。好、哦，那進む是前进哦，所以是慢慢的前进 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我们的副词就是直接加动词哦，副词直接加动词。看一下，副词可以直接加动词，但是我们越读越上去的时候哈、哦，也可以这样子写，也可以副词加个头，再加动词哈。哦哦，这种感觉是比较文言文的写法哦。好，哦，原本是副词就直接加动词，一开始学的时候这样，然后学到后面的时候可以副词加头再加动词，那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边ゆっくりと進む哦，是什么？慢慢的前进哦，头就怎么样哦，就怎么样哦，这个头是代表就怎么样。大勢の人が哦，就有很多的人。てや、はた哦。黑呀哈他哦，哈他是棋子。好，这边是这样哈。테요후루哦，후루是挥啊，테요후루就是挥手挥手。好，哈他哦후루哦，哈他哦후루是挥棋子哦。那挥什么棋子嘞？哦，挥那个。挥那个日本国旗啊，但是是那种小型版的，小的那种日本国旗，哦，白色的，中间有个红太阳，那个就挥那个小旗子，哦，OK，哦，那你动词推动词，哦，你这边下面还有一个动词，哈、哦，お二人、お迎えました、哈、哦，迎える是迎接，哦，所以很多人就挥手还是挥旗子，哈、哦，然后在什么，在迎接这个天皇、皇后两陛下，哦。OK，哦，还有个讲法哈，哦，天皇，哦，皇后，刘海卡，哦，还有个新闻喜欢这样讲哈，哦，天皇、皇后两陛下，天皇、皇后、刘海卡，哦，好，大阪から来ていた女性は哈。好，卡拉是从哦，去德鲁来的哦，来哦，那过去式来的哈，从、哦、大阪来的这个 Jose 的这个女性有没有？哦，那她刮起来这个是一句话哈、哦，所以她讲这一句话讲很长。那后面 to 是指前面哦，那后面 hanashite imashita 是讲了，所以她讲了前面这一句话。oki 地震が a った toki ni 哈，OK 哈、哦，ni 是在哈、哦，在有大地震的时候哈。哦 OK 即行哈，大地震哦，阿鲁过去式，阿塔哦，Toki 是时候哦，阿摩是也哦，所以在有大地震的时候，kite itadai kite itadai kimashita 哦，好，我们看一下哈、哦，好，itataku 是得到哦，itataku 是得到哦，好，就是摩拉五的摩拉五哦，摩拉五是得到，itataku 是得到。哦，那你改成动词 take itadaku 是什么？得到您做一个动作给我。哦，itadaku 是得到，那这个是动词，那动词 take 动词，得到您做个动作给我。哦，那你这边，哦，这边是 kite。哦，itadaku 是什么？
得到您来这里哈，好，好，那这边改成，哦，いただきました，这边改成过去式，哦，然后，哦，大きい地震があった時什么？好，あった是过去式哈，所以说过去有大地震的时候，も是什么？也，来ていただきました，也得到您来，得到您来什么？也得到您来探访我们这些。受灾的国民，哈，受灾的这个国民，哦，国民を大切にしていると感じます，哈，哦，我们看一下，好，と是指前面，后面的感じる是感觉，哦，后面的感じる是感觉，哦，好，所以感觉到什么，哈，那你大切，哦，大切原本是重要的意思。哦，名词那形容词台 C 只是重要的意思。那我们现在给它改成动词，叫做台 C 指你死路。哦，那我们改成动词什么意思？哦，原本是重要嘛，那台 C 指你死路是用得很重要。哦，用得很重要是什么？我们中文翻珍惜还是重视？所以国民を大切にしていると感じます。什么意思？哦，就是哦，我感觉到哦。天皇跟皇后，你们很哦，大切にしてる，你们很珍惜，你们很重视你们的国民，哦、很重视你们的百姓。本当に哦，真的，お疲れ様でした。哦，お疲れ様でした，是您辛苦了。と是指前面。好，后面这个指态如是传达还是转达？哦，指态如是传达还是转达？哦。所以我想跟您转达哦，我想跟您传达哦。啊，你后面改成去一哦，去路加他也是想哦，所以我想跟您传达，想跟您转达，就是您在位的这几十年真的是辛苦了哦。と話していました。哦，と指前面話していました是讲的。好，OK，好、哦，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一半哈、哦，为什么天皇在？退位之前，他要去参拜伊势神宫哦。好，我们一般的神社叫做靖甲哦，一般的神社叫做靖甲。那你叫做神宫，它的地位就是不一样的哈。啊、哦，金箍啊、哦，金箍神宫。哦，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伊势神社。这个是伊势神社的的官方网站有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哦，为什么天皇要去拜伊势神社？哦，好，有它的典故的哦。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两个神话哦，这个神话还是跟天皇的起源是有关系的。好，我们看一下。天岩户神话啊，没有？我们先看一下，这是日本最重要的神话哦。好，天叫做阿妈哦，哦，伊瓦托哦，哦，好，天叫做阿妈，那个岩叫做伊瓦，那户念作托。好、哦，那你名词弄名词，所以要合起来念天岩户，就是阿妈诺伊瓦托。哦，阿妈诺伊瓦托，好，OK 哈、哦，好，那神话叫做信瓦哦，信瓦，好，好，那好，有一个哦，日本有一个叫做塔卡玛诺哈拉哈，塔卡玛诺哈拉哈，好，看一下高天原塔卡玛诺哈拉哦。哦，高亭，大看阿曼，好，这边很小，没有看到，塔卡玛诺哈拉，哦，有一个叫做高天原的地方，哦，好，哦，高天原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就是说，哦，日本神话里面的像天堂这样的地方，哦，还是天界这样的地方，哦，那里面有一个。统治这个地方的神叫做
阿玛诺忒拉斯哦，就是天哦，阿玛诺忒拉斯就是天照大神哦，阿玛忒拉斯哦，天照有一个叫做天照大神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神的形象哦。啊，一个叫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就是他们哦，那个高天原的最大的神，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哦，我们哦，就是我们中国神话的那种玉皇大帝那一种天庭之主啦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你天照大神他其实是一个太阳神。天照大神是一个太阳神，所以他后面就是你看他的神像都是金光闪闪的因为他是太阳会发光好，好，那天照大神有个弟弟叫做斯沙诺欧诺米托米科多，叫做斯沙诺欧诺米科多好，好，他有个弟弟，那他的弟弟有点像是很像是我们那种中国神话的，像是那种孙悟空是一个很爱闹事情的，然后大闹天庭的那种破坏神。那我们看他的形象他的形象就这样，他形象就长得就是，长点有点流氓流氓，然后大胡子到处搞破坏这种他的形象要这样好，那我们这个天岩户这个神话没有？好，我们看一下。好，天眼户这个神话我们看一下好，阿玛诺伊瓦头天眼户好，是关于日本神话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斯沙诺就是那个天照大神的弟弟，是什么？树宰明尊他前往众神居住的高天原之后。然后四处惹是生非，令他姐姐天照大神愤怒至极因为那个高天原就是天照大神的他那边就那是他的地盘那有点像是天堂的那个地方有点天庭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弟弟来的时候一直搞破坏，然后他姐姐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他姐姐生气之后就搞自闭。然后就把自己关进哦，他就把自己躲，他就躲到那个天眼户里面，用石头用个天眼户，然后用石头把自己关起来，那这边的话有看一下，他就用石头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关在这里面，往下看，天堂的众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在天岩户外面就唱歌跳舞唱歌跳舞就是唱歌跳舞，然后要想要把它骗出来，然后并献上八尺镜跟八尺琼勾玉有没有？好，所以就献上镜子跟勾玉那有一个女神叫做叫天殿女命有没有？有个女神还有露出胸部还有这个阴部在那边跳舞唱歌。然后天照大神就觉得，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然后觉得好像想要看一看，然后就悄悄的把这个天眼户打开一条细缝，然后就被一个男神一个力气比较大的神，然后就把他给抓出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神所以去日本的这个天眼户神社的时候看到这个神，这个神就偷偷。天照大神就打开一个细缝来看，然后这个神就偷偷把他抓出来，好，
哦，然后天照大神就被从洞里被拖出来，然后世界重新恢复了光明。因为天照大神是太阳神，哦，所以他躲到山洞里面的时候，好，天地就怎么样？天地就没有阳光了，就没有太阳了，所以就天地就陷入混沌，陷入黑暗，然后很多妖魔鬼怪就跑出来。哦，所以其他的一些小神就在外面，在那个山洞外面唱歌跳舞，把他骗出来。好，那。哦，OK，那你这边重点是里面有个叫做什么？哦，天岩户这个地方，哦，就是他天照大神躲在天岩户里面，哦。然后第二个是高天原，哈，高天原是日本的那种像天界那个地方。然后还有个弟弟叫做树展明尊，是萨诺哦，没有，就是有点破坏神那样子，好。然后他躲到天护岩的时候，哈。哦，外面的神哈、哦、唱歌跳舞，而且给他一个镜子跟什么勾玉。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他弟弟的其他传说哈、哦。我们看他弟弟的其他传说。好，是萨诺哦哈。好，树展明尊是萨诺哦。好，OK。好，十三呢，我是天照大神的弟弟嘛。然后后来他因为这边吵闹之类的，他就后来就被赶出了天界了。那赶出了天界的时候，哈，他有他重要的神话。他就在，他赶出天界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上流浪，哈，就不是在天界，还在地上流浪。然后他到了一个村子，然后那个村子都要献祭女生，哦，去拜祭一个妖怪，哈，哦，献给那个妖怪，那个妖怪叫做八岐大蛇。叫做亚麻塔诺欧罗吉，哦，一个叫做八岐大蛇，哦，那八岐大蛇为什么叫八岐大蛇？因为它有八个头，哦，它有八个头，哦，我们看一下，然后这个十三哦，这个弟弟神哦，他就很聪明哈，他就是说他要。拯救这个村庄，然后他就，嘿，他就说啊，你对这个村子人讲说，你献一个女的给这个妖怪吃没关系，那第二个你再献上八桶酒，他就献上八桶酒，然后这个八岐大蛇有八个头，然后献上八桶酒，然后这八桶酒里面好像有给他放一些安眠药之类的，然后这个大蛇他喝了酒之后，他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这个弟弟神十三哦，就把这个八个头的大蛇的每个头都砍下来然后从这个八岐大蛇的尾巴里面就掉下一把剑就掉出了一把剑我们看一下，这本剑他这个有没有写？就掉出了一把剑哈，叫做草字剑，叫做草字剑，然后后来这个剑后来又另外一个名字叫吞虫云剑，叫做天虫云剑，这把剑原本叫做草字剑，好。所以他姐姐那边有一个镜子，有个镜子叫做卡卡米，还有一个叫做勾玉，有没有？还有一个叫勾玉，我看一下他姐姐有镜子，神，还有一个勾玉，姐姐有镜子，然后还有一个勾玉，然后弟弟有一把剑，然后这三个东西就是日本的三大神器，日本的三大神器，我们看一下，勾玉叫做马卡塔玛勾玉叫做马卡塔玛。马嘎塔玛，还有卡嘎米，还有库萨纳基，还有这个草字剑，好，那
如果哈有这三个神器的话，就可以统治日本。有这三个神器的话，就可以统治日本。然后再，好，OK，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还有另外的神话哈，为什么有这三个神器可以统治日本哈？好，我们看一下。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神话叫做天孙降临哈，叫做天孙降临。好，下一个神话叫做天孙降临。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天孙叫天松啊，降临叫口令哈，叫做天孙降临。好，天孙降临有没有？好，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图哈。好，这个就是天照大神。然后这就是天照大神那一派的神明哈，他们统治高天原哈。我们刚才说那个日本神话里面，像天界、天堂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是天照大神的孙子哦，也就是第一代天皇。然后天照大神这一派的神明，跟另外一派的神明打仗，然后天照大神这一派的神明打赢了，然后他们就谈判。然后天照大神说：“天堂跟这个有一块土地叫做日本这个我们要了。”然后把另外一派神明就赶到是冥界那一种赶到那个阴间啊冥界那种就是比较不好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获得日本这一块土地。然后天照大神就说，他就叫他的孙子就是第一代天皇说：“孙子呀，下面有一块土地叫做日本。”然后你去统治那一块土地，所以，OK，我们看一下，所以第一代天皇他就从天堂就带了一票的人，就从什么踩着这个云朵，然后就一直下到日本这个地方，然后他就成了第一代天皇，他就统治日本。那天皇到现在已经第120多代了，那你的这个一世神功，一世神功，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网页就是一世神功好，那第一代天皇他要下去的时候，他有跟他的奶奶讲，就是天道大神讲，好奶奶呀，以后我想你怎么办？有没有？好，那奶奶就给他的三大神器就给他什么？我们刚才说那个朝之剑啊，还有什么镜子啊，还有什么那个勾玉啊，就给他三大神器好，然后就供奉在这些神宫里面所以神宫里面有供奉这些日本三大神器啊。天皇有这三大神器意味着什么？意味是说，天皇真的是从天堂下来统治日本的，所以有这三大神器，就是天皇可以统治日本的一个神话上的一个证明。OK，所以为什么这个平成天皇他退休前要去参拜伊势神社就是回去拜他的祖先伊势神社里面拜的神就是天照大神那一派的神里面有供奉着这个天照大神的镜子所以他回去参拜这个伊势神社的时候，就是很像是我们中国的皇帝回去拜他的宗祠啊。还是回去拜他的皇陵的那个意思就是我要退休了，然后我跟我的祖先这些众神那禀报一下，我要退休了，然后我要把我的皇位传给我的儿子这种大事情要去跟他的祖先禀报。然后第二个意思要跟日本人讲，跟全世界讲我们天皇是天上派下来统治日本的我们是天神的后代这样子所以我猜这个应该就是天神要退位之前要回去参拜这个伊势神社的这个意义然后其实日本人他们大概知道，然后
我们觉得这个神话，你会觉得很扯哦。这个神话很扯哦。我们现在那个，我们去日本神社拜这些神，都是天皇的祖先哦，天皇的祖先的这些神。所以日本人他们会认为天皇就是神明的后代，然后他们也是神，然后他们死后也会回去天堂当神。所以这是为什么日本天皇可以传到120多代。那以后可能130、140，他们都没有被推翻的原因，因为他们相信天皇是神，哦，或者就是说，他们也不敢动天皇了，那怕会有报应就对了，嘿，好，那这一篇就讲到这里，哦。